摄像与双胞胎。这大概是2017年啊，2017年的这个摄像啊。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的话，您是否可以看出来，这里是头部，这里是胳膊，然后腿，有个小孩子的样子，非常明显。那我们看这一个，这个是放大的图，这里是头部，这里是手，这里是脚，然后这个学员说这个人是双胞胎，老师怎么辨别？然后我就给他画下来了，那前面的这个小孩他比较明显，后面呢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也是一个小孩，不过就看不太清了，我前面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大概就是从。这个期间吧，我特别的注意到了这个小孩的这个轮廓，胎儿的轮廓在舌像上面的显示。那么我们就利用这种胎儿在舌像上面的这个显示，来进一步的发展了望舌辨这个男女胎儿这个性别以及胎位这个都是这一段时间所发展出来的。我们通过这个它的轮廓呢，可以判断出，这个胎儿是单胎还是双胎，以及男女胎，以及它的胎位是头朝上的还是头朝下的，还是横着还是横位的，以及有没有脐带绕颈啊，总之以及它的发育情况，有没有四肢的不健全，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纹路，它的一个显像。来判断出来，然后我们接着看对话。我把这个刚开始呢，我是用这鼠标用这个直线一点一点的勾勒出来的当时画的还不是太好，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大家结合这个实际的图，然后结合我画的这个图应该是可以看出来的。双胎是男是女？我说这个双男老师好像画了两个小娃娃。当年悟空老师一暗示，立马就懂了。你画完之后仔细看就是像两个小娃娃，真好玩。我也看老师的勾勒图，不懂表达的意思。看明白了，姿势就是胎儿在里面，蜷缩着腿，横着躺着，就是变男女，变双胞胎的男女，它和普通的单胎的变男女是一样的，它是一样的。如果是龙凤胎呢，它还有特别的这个辨认方法这个我们之后的课程中我们再讲。我们看这一个对话第一个是横着的娃娃好像在吃手，我说是的在吃手。龙凤胎的话会怎样显示？我之前两个同事，一个生了双胞胎男，一个生了龙凤胎，当时不知道舌诊，要不然的一定去拍一个，留个纪念。然后这一个略微的好一些画的略微的好一些，好神奇。龙凤胎的话会咋显示？龙凤胎在视频中还会再讲解，好神奇，今天真是大开眼界。这是反馈了吧？我们看一下对话吧。恭喜双胞胎男，舌上可以看见两个宝宝在吃手。我关注你了，你关注我，勾画出的图发给你。这是我们这个学员应该真的吗？16周 B 超说是两女，见吉言，希望能翻盘。我们接着看下面，看得还挺准的做了2次 B 超是男孩。好准！昨天 B 超是男宝，这三个也反馈了是 B 超结果，和舌诊看的一样。经老师确认过，就特别的放心。我们等他们生后反馈。我看的一个也很准可惜照片找不到了。是的，我们这边一个孕妇刚刚生完，是女孩，我那时候看也是女孩，
那个时候刚看完老师的书啊，可惜照片没有了，我以前的手机坏了啊，找不到照片了。本节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感谢各位同学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同学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LSQXT520。在历史消息中有很多有关于中医、舌诊、医学方面的知识供大家学习和参考。添加公众号的方法可以用微信扫描此二维码，或者在微信右上角加号处点击添加好友，在书写栏中输入 LSQXT520， 点击搜一搜搜索公众号，然后找到李氏奇效医学 TCM 公众号，点击关注就可以了。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课程再见。